诸位老师啊，诸位校长，诸位教育界的同道啊，大家中午吉祥。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三位仁者他们的分享。他们都很有使命感而且我看前面两位我们黄老师都是黄香的后代东汉的黄香举世无双他们皇室是以孝道的沉船呢为核心。我曾经遇过因为我们在单位当中好像有四五位都姓黄，就来自于同一个祖先呢。他们的祖先应该是在唐朝。这个祖先呢，官位当到很高。生了21个儿子，他就想不能让儿子太依赖，他就跟3个太太商量说这个让孩子都自己去自力更生，不能只是依靠自己的父亲后来3个太太也支持先生的看法但提了一个要求。把他们生的第一个儿子都留下来，那21减3，我最近没有教数学，要常练习一下。18个孩子都离开家乡去发展了，往南发展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发展完之后称后代的子孙叫18子的后代。结果我们那个单位里面，这4、5个姓黄的同仁，全部都是18子的后代所以这个家教的沉船你看能出很多人才你看一个当父亲的、当祖先的人的决策，就会影响到他后世的子孙呢。那同样的刚刚我们师长讲的家齐而后国治这个主题那放在我们马来西亚，那这个家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是一家了不知道刚刚我们诸位校长同道尤其我们李校长庄校长蔡校长，你们看到刚刚这一位杜副校长我们看到希望有没有？25岁我们是一个家族一个大家庭有这么年轻的这个老师这么发心，我们会觉得后生可畏 我们会干得很安心，后面有人接棒了 那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团结在一起了。而且这些都跟我们诸位前辈们你们前面播的种有关系我怎么最近都遇到25岁的人？而且都还在彭亨，所以刚刚我还跟李校长讲，我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让它自然，这个种子下去了，自然就慢慢的会开花结果了，
当然我们刚刚这个黄先生也是提到种子所以我们唱那一首歌一颗种子这个种子不能是一颗种子一颗种子要怎么样一颗种子这个我们听古圣先贤的教诲心态很重要不能听的都是别人去做别人去做尤其我们听了李校长这一首歌了不能白听嘛和谐社会大同世界由我和你来实现这个我是摆在前面的这一些提醒这一些教导对于我们学习都很关键哦把我们的心态摆正确了就像陈德刚开始学习传统文化那佛门有一个词叫普贤十愿叫请佛住世我记得当时候听到老法师在讲你看现在有机会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就不多了接触到传统文化还是很正确的现在很多人拿着传统文化搞谬利养的都有搞偏邪的都有了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都是遇到很正确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人就不多了你不请自己你要请谁啊我当时听的时候好像当头一棒我们在听的时候都觉得他不错这个也不错忘了要从自己做起来所以刚刚黄先生讲到了假如我们回去了改变很大太太啊家里的人都感受到了那这颗种子就开始发展了心灯自己的心灯就是点亮家人的心灯点亮有缘人的心灯点亮异族的心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一家人从我们华族要延伸到整个马来西亚这也是林连玉老先生给我们的教导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胸怀你看中华文明我们举唐朝就好了看多少的国家到了神州大地你看我们的祖先很慷慨要学什么全给你你们要建筑我们懂的都给你看现在唐朝的建筑保存最好的是哪一个地方日本韩国爱人者人恒爱之你无私奉献对他们了他们也很珍惜这些文化我们要有民族的自信心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还有流传下来的古文明这有5000年的智慧我们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可不小师长讲课的时候有比喻一个一两岁的孩子遇到困难了他会怎么做他会找他的爸爸妈妈一个民族乃至于整个世界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要找谁找老祖宗好那我们以全世界来讲请问全世界的祖宗谁的智慧历史最悠久
哎，连穆罕默德先生，他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啊，他为什么要说要追求知识、智慧，纵使远到中国？哎，这些难道没有给我们启示吗？啊，就是中华文明在地球上的因缘，它是最悠久的、最有智慧的，它是应该把它弘扬光大啊，哎，让其他的民族啊，欢喜的来跟我们互相学习。所以中华儿女有责任啊，把这么好的文化传下去啊。你不能到最后没了，那这个不止对中华儿女都没有尽的责任了，甚至于让其他民族也没有机会学到这么好的文化了。而且我们的文化很有特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刚刚黄先生也讲的，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整个知恩报恩呢，贯穿在我们的中华文明里面。首先，感恩父母啊，没有父母没有我啊。再来，感恩老师啊，父母给我生命啊，老师给我智慧的命啊。我没有老师教导礼义廉耻是非善恶，我不懂啊，还是感恩老师。哦，好像我们赵小龙老师讲课的时候有提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自于父母、老师的成就，还有一个是什么？君，在现代叫什么？国家的恩。哎呀，现在动乱的国家不少哦，连生命啊，每天都要担忧呢。你看我们这么安静、安定。在这里生活、工作，这里面有多少国家领导者，乃至于军人啊、警察啊，种种，才有安定的社会啊、哦！所以国家恩呢、啊，在恩德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这个国家能安定，也要感谢诸位校长同道啊，我们尽忠职守啦。我们把孩子教好了，那孩子以后都是各行各业的主人翁啊，他们都尽力了，这个国家就安定了。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唱国歌啊，我们要教导孩子从小要爱国啊。你看那国旗很庄严啊，国旗上面有月亮哦，还有太阳吧。是太阳吗？星星啊，哇，这个星星太亮了。对不起。哦，对不起啊，我孤陋寡闻啊。啊，我们以前画星星是只有五个角。哦，这个星星不得了啊。哎。其实这个都是表法嘛。这个日月星辰呢、啊、它就是无私然后用光明啊。献给众生嘛，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在经典里面就是提醒，啊，大人，大人者，什么是大人？与天地合其德，这是孔子在《易经》里面讲，与日月合其明，啊，与四时合其序，啊，与鬼神合其吉凶，啊，其实就是。圣人就是胸怀苍生，无私的去为他们服务。哦，哎，我们国旗的精神呢，就有这个了。好，那这样的精神跟任何的族群融合在一起，只会让他的族群的文化更加的提升起来。哦，我们到了英国去，啊。我们跟当地交流，哎，当地其实好的文明啊，都他的这些精神都是英雄所见的相同的。哎，英国以前也很重视伦理啊，
所以他的后代一代一代教得好啊。假如现在伦理不教了，那真的每一个族群都会出现危机了。所以我们很敬佩老和尚，敬佩哪？在哪？100多年前，英国、法国以船坚炮利打我们了。100多年之后，他老人家以最好的中华文明的孝道、师道，回敬给欧洲大陆啊，在这一片土地上办祭祖啊，孝道啊，办祭孔啊，师道啊，其实这些在他们的文明里面都有啊，我们能去带动了，就互相切磋啊，让每一个族群都回到他们本有很好的文明里面去。好，哦，那这个师长这里提到家齐而后啊，国治啊，好，那我们每一个学校都像一个家一样啊，因为人成长啊需要环境啊，你看家庭给我们的影响潜移默化，而确实文化的熏陶啊，在这两三代人呢是往下滑的。当然马来西亚算特别了，以整个族群的面来学习华教的很几乎在其他的国度都找不到了，太难得了。好，那像我们在都市成长啊，伦理道德因果熏习的都有限啊。假如我们年轻一出社会，到的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学校就是重视传统文化的，哇，那我自己啊就可以在这一个学校这个单位熏习成长起来了，而我学到了我也会很感谢这个学校，因为我学到了智慧啊，学到了德行，我也会很愿意啊在这个学校尽我的一份力。那以前的家族呢是血缘关系，我们现在啊是道义恩义的关系，我们在团体里面教育好这些学生很有意义啊，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推展，那社区就变成一个大家庭了哦。有没有这样的社区？有啊，在国内不是在大陆，在这里就不能讲国内了在大陆在台湾都有在大陆有一个社区叫大福地，他们一些重要的节庆啊，那每一户人家出一道菜啊，就在广场里面吃啊，大家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好不好啊，很好啊。在台湾也有啊这样的社区，那这个社区就很团结，然后这些小朋友他就感受到他所看到的成年人不只是他的亲戚，只要社区里面的长辈都非常爱护他们，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小孩会不会小鼻子小眼睛，不会了，他看到这样的情境啊，他考虑事呢就会为大局考虑了。所以毕竟啊现在大家族啊已经视为了。所以这一篇教诲啊也是老法师为我们这个时代开出的一个良方啊。有传统文化就有办法，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
我们的下一代不如我们，不可以的。假如一代不如一代了，那整个就滑下去了，那就没有未来了。我们应该努力，让下一代所承传的老祖宗的智慧、德行，比我们更深。这是我们身为长辈啊，应该有的一种责任心。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有这个心呢，真的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了。所以刚刚这个我们杜副校长，你看他们家就是他的学习状态一定超过，以后会超过他的父母了。我相信也是他父母跟他姑姑最希望看到的咯。那这里面还提到家是自己一生的依靠、保障、支持者啊，也是一个人奋斗进取的后盾。那我们长校了，我们经营出一个学校，是我们每一个老师们、同事们，他们的依靠、他们的保障、他们的支持者，相信你们学校的这些教职的同仁呢，他会很安心在这个学校啊。而且学校里面有校风，有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就像一个家一样，也有家道，也有家风，也有家学了。那我们今天因缘结束了。再过几天还有几天假吧再过几天到了学校去了，我们学校的家风就多了一条咯。哪一条啊？常常以微笑迎人。所以你校长都面带微笑啊，可能你员工本来心情不好，看到你的笑容就像一束光一样。照到了他的心里，他的心情就被你给转了，所以念念为他人着想，常常以微笑迎人，也成为我们学校的家风了，还有家学，弟子规就成为我们学校的家学了，那当然学习啊，还要专。教之道贵以专，学之道贵以专。我们学弟子规了，首先把弟子规学深入，学透彻。学透彻了。李炳南老师当时候教学啊，你学了一部经，学通了，能讲得清楚了，才学第二部经。那慢慢可以广学。但是呢，学一步的时候要全神贯注，好好的学。而且一步啊，都有这一步的特色。弟子规的特色啊，它就是可以落实行经。那了凡四训呢、理论，它谈命运啊。你了解这个理论之后，你很愿意去落实，去行善。怎么行善？弟子规每一条你去做了，都是在行善积德了。所以老和尚这一段教诲啊，其实都可以拉回来我们自身的。你看一个企业组成一个家，一个社团也是一个家。所以皇室公会、城市公会啊，我曾经去彭亨演讲啊，对不起啊，这个杜副校长，那时候你可能太小了，那十几年前，是严氏公会邀请的，颜回的后代啊，我去了也很高兴啊，因为要报颜回夫子的恩德，我们能尽一点心力啊，包含
潮州会馆、福建会馆、海南会馆，这都可以是一个家、一个社团、一个家，凝聚大家一起来承传中华文明。好，好，所以我们一听啊，都回到自己身上了，都有受用处了。哦，所以我们学习的心态就是，经典讲给谁听了？讲给我听的。师长老人家讲的，讲给谁听？讲给我听的。我都是当机者，就很有受用了。好，我们不能听的时候，讲给他听的，讲给他听的。好，我之前有遇到讲完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上来，哎呀，我儿子最需要听啊，哎呀，我没有把我媳妇找来，太可惜了。他听的过程就是，太多人需要听了，就一个人不需要听。哦，那这样的心态听了之后会有副作用哦，心态不对了，这个听偏掉了，那起不了好作用了。好，最后也感谢我们李校长我们蔡校长、校长职工会还有我们庄校长就感谢你们对承德还有对我们几位老师的信任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交流，让我们有成长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细细的叮咛，请老师留步。请老师留步，见证我们颁发出席证书给我们的学员。恭请李校长为我们颁发出席证，请蔡校长、庄校长陪同见证。首先，我们恭请来自校替组的学员代表接领出席证书，请校替组学员代表。恭请来自中信组的学员代表接领出席证书。恭请来意，来自礼仪组的学员代表接领出席证书。谢谢李校长和各位见证人，请李校长留步，请老师蔡校长、庄校长回席休息。校长，哦。合照，我们先来个合照，留念。我们再次谢谢李校长和见证人，李校长请留步。谢谢大家的参与，此次的课程。紧接下来，我们请李校长为我们致闭幕词。
尊敬的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指导老师陈德老师，我们尊敬的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蔡淑珍校长，我们尊敬的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协会副主席庄淑珠校长，2023年行政人员德行教育研习营主讲老师张霞老师樊立新老师赵小龙老师，以及不能出席的廖德胜校长，全体同道们志工们，大家中午好。好的日子好的时间很容易过，转眼呢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结业的典礼过后呢我们就各方怎么讲回家了那么相信大家都能在这四天的课程中受惠学以致用，那么大家都受惠能够把所学的用在学校用在学生的身上这也是我们的心愿，也是我们主办这个课程的目的。那么这次的研习营能够顺利及圆满的结束，我们要感谢很多人的这个付出。首先要感谢陈德老师以及他的团队张霞老师、樊立新老师还有就是赵小龙老师以及廖德胜校长那么谢谢你们的指导那么我们的智慧得以提高我们的心门得以打开，迎接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我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研习营的志工们以及所有付出的人士，那么这四天的住宿、交通、膳食、课程的台前台后的安排都是他们努力辛勤的结果，我们才能在这个舒适和安全的这个环境中学习，所以我们也该给我们的志工们一个鼓励的掌声，谢谢的掌声。当然虽然我们尽了全力，事事没有完美我们发现到我们这次的研习营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包括住宿的地方有很多不满的地方。我的房间四天洗脸盆没有水，但是你不要以为我四天没有刷牙洗脸我是从水喉管那边起水来洗脸刷牙但是我们也感恩感恩我们有一个地方住那么其实就是我们的膳食我们这个地方也做得很好，不过因为这个时刻刚好是人手不足的时刻所以有时候慢了一点就希望大家能够包含能够这个见谅那么我们也知道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呢是进入大海的嘛能够
容纳各种的这个缺陷跟不足啊，所以我们相信你们是可以包含我们的，对吗？今年12月我们会再主办德兴教育研习营，12月17日报到时间，18、19、20的时间啊。那么后12月21日是我们东南亚德兴教育促进会的会庆，那么今年呢是落在马来西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出席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新加坡、温莱、印尼跟菲律宾这些国家他们推广传统文化的一些经验、一些情况还有他们各国所带来的表演那么参与一个论坛，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此我代表我们协会跟校长职工会向大家邀约，我们约定在今年的12月聚会，好吗？古人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人也称赞武圣天地君亲师，古人也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再的告诉了我们教师老师教育工作者之重要之伟大。同道们能够参与华教工作是我们的义务，承传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天职，所以文化教育如果失传了，如果断层了，我辈何以见孔子，我辈何以见林连义，我辈何以见沈牧语等等我们的古圣先贤呢？德不孤，必有邻，愿与大家共勉之。谢谢。谢谢李校长的金玉良言和鼓励。大家今天进来的时候，是否发现桌上那颗闪亮的小东西？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呀？巧如入声，克力精进，这是老师在课堂上和我们分享过的。那我们期许我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纠正自己，先把自己做好，正己化人，渐渐的他人就会与我们同心同行。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谢谢哦，满满的回忆就涌上我们的心头了，依依不舍也悄悄来临了。哦，这四天的学习啊，让我们收获满满，欢喜满满，心里面啊，壮志也满满，非常的高昂。那也增进了我们的智慧，这种种的收获都要感谢我们的主催单位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感谢主办单位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协会，感谢承德老师对我们的护念，对我们的辛勤教导，循循善诱。我们也感谢李校长、蔡校长和庄校长的爱心陪伴，感谢各位给我们授课和分享的李校长、廖校长、赵老师、张老师和樊老师，以及感谢在课程当中慷慨分享的每一位校长、副校长及主任，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也谢谢所有义工家人们的付出，谢谢所有参与的在座的校长、副校长以及主任们，因为有你们的信任、支持和护念，2023行政人员德行教育的《弟子规》德行教育研习营才能够如期举行。最后，以研习营的办班宗旨、理念和目的与大家共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在此宣布2023年行政人员《弟子规》德行教育研习营圆满结束。